刚开始我到村来15年的时候，黄工同学说我不出去，他说你在干嘛？我说我在村里当村支书。他说是我理解的村支书吗？他说你理解是什么？他说村支书不都是老头子吗？我说就是那个村支书。 最近都是过个一两个，都是不啦？我奶奶没等个弄个修的屋了，我要接生屋了，等个久啊那个。哦，家里边你家里边你等个两年到来了，要几个了？业户屋了噻，下边那是业户屋了，人马跟那一边也是修的，修成那个楼道一直到外头到。我可能还是个小，因为我是那里接，跟那一年两年皮，你家里也干嘛？咋个直接把这？最大挑战可能就是刚开始那段时间吧。 因为万事开头难，再加上之前对村里的工作基本上没有接触过，而且也不知道怎么去处理，有点无助那时候在村里。觉得，哎呦，做村里工作怎么这么难啊？里面是猪脚了，好大一个地方，没少，又保护，哪个人找的地方，哪个人找的，我们那个地方没得意思。哪个人找的地方，哪个人找的，我们那个地方没得意思。 然后比如说，有时候我跟他解释政策，说：“哎呀，他说你不懂。”他说：“我跟你爸说了，你爸跟你说。”我说：“我说你跟我爸说了也没用。”我说：“我爸除了在家里是我爸，到村里来就是我的村民，是一样的服务馆。”这个是古物天下，这个舞台。 然后这是铜鼓出土地的这样的一个纪念，那这里铜鼓，这是我们新修的这条道路，这个下弯铜鼓桥这个位置，从这里一直到这边，整个这个河道的一个中间的那个疏通已经全部完工了，然后我们下一步就要等那个设计图出来，之后的话把这一大块的那个河道的那个清淤把它做了。 我现在基本上这几年做的主要是基础设施建设，修路啊、修桥啊、完做沟渠啊，还有一些小的节点布景啊，其他都没大动。这是我们今年新刷黑的一条道路，上个月。新刷黑？嗯，就铺的沥青。 我们这边叫刷黑，就是铺沥青，就是沥青路面。嗯，回一声，回一声，我给人引导你一声。对，今年新建的，我们自己定的自己村里的村标。 我觉得还建得好好看的，独一无二吧。木挪是吧？木挪，我这个。椅子是倒的，椅子是六十升。慢点，站不过去，挪了。后面是一边站不接啊，那一边过去的，过去的。 别钱啥子的？你别钱在那，但是到那别钱的，他那要不接了，你也没个别钱，也没别钱，也不是打仗的。你说做点事啊，至少他们有点收入嘛。
比如说在外跑外面去，你能够在村里搞点事不是更好吗？总比你跑到外面去到处跑啊要那个什么一点吧。我给他吃一个，他说我的一个堂妹，堂妹那好好的很呢。好，到了，好到了，我们大师这边这个面膜大便的，是不是？老板，喂，小金姨，啊，你在哪了吗？那贵的吧？我贵的，你有恨不啦？啊？有恨了，俺喝的哪啥？喝的人了吧？喝的人了，早上都到了人呀。就是我们村里有个老百姓有一个玻璃钢制船厂，那我们村里就鼓励他，比如说你愿意来，我们村里就跟你向部门申请的建厂房，那我们就租给你们。陈吉呢，他是90后，他90年的，我是88年的，我比他大2岁，但是呢我还是比较佩服他，他本身在外面呢有一份好的工作，然后回到这个小山村里面，当时阻力也比较大。我们年轻人思维比较前卫一点，比方要打造这个村子，带动当地的就业啊，他确实还私下里面可能还流了不少眼泪。像我引得我的人都接，等一个人去接那个人，几个接啊？顾律师，到那一年手续没好拿，别人说一接了，一般的一接那话也不做留资，所以我说答应来做个临时我做顾律师。真的个事呢，就是你有这个新鲜事嘛，就说你一个人没搞顾，要所以要比较省人。我晓得。账我还不到到我，我知道你会发火，我会搞，怎么把你搞呢？然后说你不干。是个新鲜个东西。再一下把左边的想着你一点点吧。嗯。有麻烦了啊，有点不懂，不要理，不要理，好，那等我带来知情啊。好好好好好。从去年开始一直到今年，争取了一年半多的时间，现在指标争取下来，现在就走程序，要把相应的批文把它走下来。应该搞竹筏的，有吗？就是我们去的时候，你不是看我在上面还跳两下的那个？对啊，你不送走了吗？哎，那里还有呢。哦，还有啊。因为那搞点椅子啊，让别人撑一下，他舒服一些。没有，明年你们来我就有了。村里的这个发展呢，有了很大的一个起色，然后再加上现在政策又好，所以还是希望能够再做几年，能够把村子发展得更好。